啊，好肚餓啊，買咩食好咧？誒，呢個都 OK 喎，睇下先。整乜鬼啊？又喺度買嘢食都做乜鬼啊？咁暴戾嘅你？趕住開工拍嘢啊！食食食，拉遠啲係咪睇唔到啊？你梗唔係啦，我冇老化㗎。喂，你知唔知啊？餓住個肚開工，慘過空肚食早餐，你識唔識㗎？哎呀，咁求其買啲嘢怕咗你，求其買啲啦，買十盒噃，買十盒食飽佢快啲開工。冇得求其㗎，買嘢食梗要睇成分啦、啊。特別屙過嘅個人。嗱，説話並唔係咁講嘅。喂，話曬咧食落肚，梗係要睇清楚啲，研究清楚啦。話曬而家新一代嗰啲零食咧，好多成分咧都標榜健康嘅配方。喂，梗係要睇清楚啦，啱唔啱啊？啲麻煩嘅，呢啲唔係麻煩，呢啲係原則。又喺度睇乜嘢啊？背咗稿未啊？你背稿啊 ？shopping。哇！你真係好鬼殘暴啊！你真係。喂，咁得意嘅就係黃色嘢。新產品嚟噶。之前喺油站未見過，電池都有喎。好多唔同嘅產品啊。過江龍。即係舊車保咯。買嚟做乜嘢啊？你又想睇成分啊？唔係睇成分啊，都要睇規格噶嘛。睇佢 input 幾多 ，output 幾多，最緊要睇下安唔安全啊嘛。識唔識㗎？求其買過咪得咯，嚇冇得求其㗎！你過江龍都要睇咩車㗎嘛？喂，你細車就可以用啲細嘅，一萬 mAh 都夠，大車就要買啲大啲啦。佢有二萬 mAh 㗎嘛？係喎，唔同款㗎喎。係啊，喂喂，當埋電筒都得啊！你攞嚟照咩啊？你理得我啊？係咁，是但買個啦，是但買個擺喺公司車度，攞嚟開門口啦，係啊，怕你啊，買完開工，買完開工。OK OK。你又在度揾乜嘢啊？汽水都有新配方嘅咩？唔係汽水又冇新配方，不過咧，我聽講 Shell 咧有全新嘅升級配方，所以咪周圍抄下邊度有油嘅新成分咯。你仲未背稿啊？我哋今日咪拍呢啲咯，你跟我嚟啦。係咩？拍呢啲咩？點解仲未背稿㗎？有啲咁嘅事？邊度有寫油嘅成分呢我就唔係好清楚啦。不過我有樣嘢知嘅咧，就係 Shell 嘅 V Power。Feel Safe 汽油同埋 Feel Safe 柴油全线齐齐升级新配方。哇新配方好喎，我最中意用新嘅配方。以前旧嘅配方咧嘅洁净能力咧已经高达80%，早已系市场上边供应洁净能力最强嘅汽油品牌。而新嘅配方咧全面升级至100%啦，彻底预防引擎嘅重要部件积聚呢个沉积物啦。哇！你令我谂起咧，而家啲新兴食物膳食纤维可以带走晒肠道所有嘅污糟嘢，女士听到最中意，唔使减肥啊嘛，啱你喎，啲皮肤又靓啲。啱你啦，排毒啊！你食多啲啊！你全线 Feel Safe 系列可以提升燃油效益高达2%，而 D 锁嘅新配方咧，对重型车辆最有帮助啊，可以有效提升燃油效益3.75%添啊！总括嚟讲，新配方除咗可以提升燃油效益，仲可以做到洁净功能、保护性能三大优点。嗱 ，Shell 嘅燃油嘅新配方咧有咩改良呢嗱，你就知道啦。你知唔知道咧？佢哋連名字都改埋喎。我梗係知啦。你平時公司邊個偷懶我都知道，我成日夾實你哋噶。我冇噶，唔關我事啊。咁啊 ，Shell V Power 自1998年喺香港推出市場之後咧，至今咧已經有25年歷史啦。而家已經去到第四代，仲改名為 Shell V Power Racing。而經過了多代的配方夾新和改良，今代真的可以做到高達 100% 的潔淨效能，有效預防引擎積聚的沉積物，所以你入了這隻油之後不需要再買任何添加劑了。對於今時今日越來越高性能的車款，追求越來越高質表現的車主， Shell V Power Racing 真的很適合大家的。冇錯啊 ，Shell V Power 咧同三大極具代表性嘅品牌聯成噶，包括咗呢個法拉利啦、寶馬嘅 M 啦，同埋 Ducati 啊。同法拉利嘅合作咧，仲超過70年歷史。V Power 係呢三大品牌唯一使用、推薦及信賴嘅燃油。而 Shell V Power 嘅賽車燃油咧，同法拉利車隊喺賽道中使用嘅燃油至少有99% 相同類型嘅化合物啦。簡單啲講 ，Shell 嘅 V Power 可以令車主嘅引擎時刻保持最佳狀態，歷久常新啊！作為精明嘅消費者咧，揀樣樣嘢咧都真係要睇清楚成分同配方噶嘛，話曬都係俾自己心愛嘅汽車食噶嘛，梗係要小心啲揀啦。啱啊，何況全新 V Power Racing 可以令到自己部車精神啲、健康啲、揸得開心啲，入廠維修都少啲啦。冇錯啦，車主們咧記得過嚟試下呢個 Shell V Power Racing， 體驗下呢個新配方可以令到你部車有幾爽啊！
持有啲新食品可以令到你精神啲、健康啲啊！我好健康啊，好爽喎！你都唔係好立立地啊，你副計。佢唔喺度我就特別爽嘅啦，你喺度我就唔爽咯。